大家好，我是杨宇，我们现在的位置位于大城乡台十七线跟一五二线道的路口，然后还隔盖就是台六十一线，然后我希望这个方向也可以增加一组号志灯啊。我告诉你，难看那行人号志灯，你只要冲过去就一样哎。而且那个行人号志绿灯的时候是台十七线直行跟右转灯。
大家好，我是杨宇啊。一拍电话，那号，那机电话条啊，砸开啊，盖可能盖着，盖着就是今天个到一组那灯箱啊。谢谢各位的收看啊。